大家好，我是如哥，很多粉丝朋友们啊叫我拍一期制作酸萝卜的方法，今天我就买了一点萝卜回来，叫我奶奶帮我制作。我奶奶做的酸萝卜特别好吃。现在我拿手把它洗干净，奶奶说要把水分沥干净。先放在这里把水分晒干。好，水分沥干了，现在拿进去叫奶奶开始制作。不叫的是你是技术什么的，三天就可以吃了。酸萝卜已经泡好了，今天拿来炒一点吃。我都来口水了，泡椒和酸萝卜啊一起爆炒，太香了。酸萝卜和泡椒啊一定要用猪油炒啊比较香，不要用菜籽油和那个植物油，炒了没这么好吃。太香了，我都来口水了。太香了，太香了。一半碗被我一个人吃完了，太好吃了。天气热的时候啊，吃这个酸萝卜啊，特别舒服。